要要要我发财，我搞大爷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擦，好啊，太好了，是孩子，我是大小孩家，我们是不是应该邀请公司的创办人上台我们讲两句？那当然了，没有创办人的话，怎么会有现在我们这间公司呢？让我们欢迎创办人刚果大哥上台为我们支持，请右手边上台。学习的成果呢，展现给各位，好不好？等一下我们要好好的看，好好的听，好好的享受，好不好？那我也不要废话多说了，我也觉得我在这已经也好几个年头了，一直每次都是第一个啊，但是也是谢谢大家，我们高刚能够在这里已经22年了，再来我也希望太阳能第50年，第100年，好不好？继续看下去，谢谢。谢谢刚果大哥上台为我们支持。哎，我擦，怎么办啊？最近遇到一个很棘手的 case， 要怎么处理耶？怎么办？棘手的 case， 哎呀，没有人家还要理呢。这也太夸张了吧！这完全不是我们可以处理的等级，还是你觉得我们找经理来帮忙呢？经理不好吧？他们感觉很凶哎。哎呦，你放7654颗星呐、啊！只要是经理的话，你就会帮助我们的、啊。各位，让我们欢迎经理老子如米上台，我们支持，请右手边上台，右手边上台。各位伙伴，大家好！我是如米，谢谢。他们真的遇到很棘手的问题，真的。我要先跟大家抱歉一下，因为今天这个场地呢，刚刚没有路过，有迷路的迹象，也有被落石砸中的迹象。但是呢，等一下呢，还会有一个木的问题，所以。我们等一下不会闭幕，但是大家请不要吝啬你们的掌声跟尖叫，好不好？好。拜托，才这一点程度，
初到底怎么进我们公司的、啊？我说你呀、啊，与其有时间呛我自杀，还不赶快帮我想点解决办法？好啊，所以你是觉得你提出要求，我就一定要帮你了？哦，没关系啊，我是没差啦。可是听说这个 case 还蛮棘手的，如果处理不好的话，可是会被扣薪哦。你确定你没差？这样不对。好啦，其实我还知道我们公司有人可以帮助我们的。早说就好了。他是谁啊？那当然是我们公司的顾问啊。我们公司的顾问可是全台湾数一数二厉害的。那还不赶快请他们上台？让我们欢迎出道十届顾问们上台为我们支持，请右手边上台，右手边下台。好，没有，我们这是其实是我们买的色，谢谢。
他说我每天来这间公司都让你们对吧？听你说一说，好像有道理耶。想想这两年来，我们一路上也受到不少前辈的帮助。嗯，要是没有这些前辈两年来的磨练，怎么会有现在的我们？说到前辈，我今天有邀请他们来我们开幕典礼哦。真的吗？我想过来看，我想快点看看他们。